阿迪力，今天太晚了，明天再收拾这下面的。给你们看一下吧，家人们。看一下这边，看到没有？还有这边，还有这边，终于干完了。哎呀，好疼疼啊！啊，我的头啊！原来活泼爱笑的，现在满脸的忧郁是吧？成熟稳重了。没事，我过几天就又是那个样子了，知道吧？过几天又是那个样子的了。只是今天，啊，阿父妈他们忙活着做。他妈去剩下去了，给我修芒果吃的人。你儿子妈都等啊，去年长。怎么这么丑呀？他的玉器吗？你是、啊？好不好？你手机再抓打过来，你才能发。操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，我不吃三安炸。其实我的吃的是那大洋面。是垃圾，俺咱也出里面吃出来。听说过，里面都这些。累了就想不到这么多了，整天做这个做那个就没想这些了啊，家人们。你太忙了的话就不会想到很多事情了。太忙了就不会想到很多事情了。我总是一有事情想其他的。俺就是地庄的么子，自己什么讲嘛的。啊，这个，这笔下这个是吃了的，跟钱我见不到过。阿妹怎么？阿妹怎么不在直播间卖卖山货呀？其实，你们有人要买吗？有人买的话就太好了。如果，过去了，好病啊！我吃吃啊不，你这么不公家，那这么不得个子？我能爱你吗，阿美？你是哥哥还是姐姐呀？哇，
你们加了我粉丝团的，原来是前面有一个小黄色的星星的。我现在知道谁加了我粉丝团了，这个夏建平加了我粉丝团，谢谢。还有这个沉默好像也加入了，还有没有？阿美，你还是要关注一下没加粉丝们，他们都想你。有一点就是很对不起我的那些干妈干爹，真的。但是我知道我这种方式可以让他们慢慢的，哎呀，怎么说呢，反正就是慢慢的。太冰了啊，这个芒果吃的。这个地方点了加号关注之后就可以加入黄色的小星星了，家人们。叫一声。你咋说嘛，好的，什么？送出粉丝，加入粉丝团，一生平安笑，谢谢加入粉丝团。还有没有没点关注的？这个地方点关注加入阿美粉丝团，谢谢。王菲有家事吗？阿美大度点，王菲在用美人计屁股。没事，我们不去想不去看不就好了吗？昨天我看王菲直播了，家人们，我看了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只要我们都开心开开心心的就好了。昨天全场我都在看，全场我都在看，昨天挺好的，真的。很好，我跟你们说，家人们，两个人真的不合适，是真的不合适，他变不了的，真的。他真的变不了。真香。
这样子我先下播了，我们明天6点再开始好不好？我先下直播，然后明天下午6点或者7点吧，我们明天下午7点再开直播。